让世界倾听我们的声音。中国中央电视台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。 中国中央电视台，大家跟我学，学说中国话，学说中国话呀，朋友遍天下。最近我迷上一件很有情调的事情。我也很喜欢有情调。怎么样？这个大杯子真别致。什么杯子呀？这明明是个花瓶。苏珊，送给你。太谢谢你了。哎，正好我可以插花用。还有这个。哎呀，这个盘子真漂亮。什么盘子啊？这明明是挂在墙上的。梅子，送给你。谢谢曼表姐。还有一个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我知道，这是挂坠。恭喜你回答正确。为了表示鼓励你，这个就送给你吧。这个也太嫌难看啊。不难看，只要是你送的我都喜欢。哎，这些都是麦苗亲手做的。麦苗姐你太厉害了。最近啊，我在一家陶艺吧学陶艺呢。哦，原来你去了陶艺吧。学陶艺很辛苦，我每天很晚才能回家。那今天晚上能回家吃饭吗？我也说不好，也许还会很晚吧。我表现的机会来了。没事儿，这个真可爱。再次引起了外界对丰田车电子